的天吧。对呀、啊。鲍鱼是活的、啊。上面倒酱。然后我们其实下面有肉要菜。那我就一片而已、啊。我又没有吃到。好，这就是济州岛的饭店。我要在这里睡四天，然后厕所出来就是房间了，装潢很现代。然后外面就是夜景的部分，这个电话就可以控制很多功能，然后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空调，然后 off 跟 on， 然后是关 off。然后灯光，这个没。那个木头，木头还是挖的金子。啊对，钱挖翻了。哦，这里的早餐看起来蛮丰富的。还有沙西米可以吃呢，然后开场就是吃沙西米啊，然后配温泉蛋，日本风格。刚刚那些生鱼片其实不是生的，是有熏过的，所以它没有附瓦萨比，反而附那种类似沙拉酱的东西。这个酸奶不会太酸，还蛮好吃的。出来都是停车场，没什么风景。然后这个是吸烟区，然后这是饭店。那个卖名牌子的东西，有的还便宜，有的还贵，那看看有没有打折。但是大家这边两边的这边免税店看价位的时候呢，大家一定要注意看什么，知道吗？那上次客人呢？
看上次客人的发票我就知道了，就是这边说是免税店嘛，但是免税是免税了，但是发现比外边贵的原因是什么知道吗？加了饭店的服务费。哦，因为这个是五星级饭店嘛，所以上次客人我发现不开心嘛，所以我后来我这边住过大概十多次，所以我也后来知道他是大概住过一两次而已，所以他不懂。大家一天呢不要上我这边的免税店，其实比外面的免税店贵些，加免税是贵税是贵税，问题是饭店的那个服务费要加进去的关系比较贵，参考一下，那不然客人以后会不开心嘛。来这边下面下去的话呢，有卡西诺有看到吗？如果这边穿拖鞋呀、啊、都不能进去，穿正式一点、干净一点才可以进去看。还是四小时的，进去一定要戴护照才可以进去看的，这样了解不？了解不？黑色是公筷，白色是私人的。长虹是今天等下翻，不是啦，变成小宝宝啊！对对对，小宝宝都是这样。三鲜饺子，它是面包类啊，炸花卷，辣汁炸花卷，应该是，嗯，辣汁炸，这边这是肠粉，先剪啊，肠粉，好，快，那你接受吗？我不接受，那你就不要沾吧。我不接受啦。我要夹。好，今天就是吃这一家。好，今天我们来吃披萨啦，然后可以看得到价格哦，还蛮高的，但是以我们台湾的物价来看啦。然后第一盘酸黄瓜配意大利面，好香哦！其实比例还蛮大的。好，放下来。